大家好，我是黄韵玲。2017年世界大学运动会即将在台北举行，在此刻，我要郑重向您提出邀请，欢迎你的加入。我们期待听到你的创作、热情、勇敢、勇气。从今天开始，一直到9月12号，我们都等待着你的作品。相关的参赛办法，请上我们的活动网站。期待你的加入，欢迎你。